你们还记得这个很好看的水瓢吗？之前个位数，现在可以到手两个了，非常厚实，基本摔不坏。记得小时候姥姥家有个水缸，总会用它舀水喝。别看它便宜，但挺实用的，因为它手柄很长，所以用来淘米啊、洗菜当配菜盘都挺方便的，还能用来浇花，炒菜的时候用着也挺顺手的，不用了就挂起来，很好收纳的。